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，第一百二十四面啊，一百二十四面，面最后一行看起。 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此二句一字唐矣，是第五项之降魔。魔者，梵与摩罗之略称。此番障碍，能为修道啊。 所障碍故，又犯杀者，害人善故；又常行放逸，断慧命故；又犯恶者，多爱于故。我们念到此地啊，嗯。<coughs> 世尊出现在世间，为了教化一切众生，还得示现降魔。啊，佛他没有魔了，菩萨也没有磨难了，凡夫有啊。这个魔从哪里来的呢？ 一个是烦恼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天魔，啊，天魔包括所有在菩提道上啊种种的障碍。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哎天魔 <coughs>。这两句啊。 也是《大宝积经》里面《如来会》啊里面的经文啊，这是第五项啊，“这个字原本呢，诸位要是看到中国古本的。 这个经书啊，这个“魔”是“折磨”的“魔”啊，下面不是个“鬼”字，是个“石”石头啊，是个“石”折磨的“魔”啊。梁武帝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对佛门。 这个护持啊，真是全心全力。这个字是他造的，梁武帝造的。他说：“这么太可怕了，啊，像魔鬼一样，所以把石头换成一个鬼，啊，换成鬼子嗯。凡愚乘魔罗，啊，中国人喜欢。 简单，把尾音呢去掉了，啊，省略掉了，啊，就成一个“魔”字，啊，它的意思呢，这翻成中国意思是障碍，啊，能为修道啊做障碍苦，啊，专门。 在佛法里面讲的，专门对修行人做种种障碍啊，这折磨啊啊，这个意思。又分为杀者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害人善苦。啊，人行善。 总是障碍他啊，也是障碍，让人善思不能成就啊，这个都是魔所做的啊。又常行放逸，断慧命苦啊，懒散啊，所以。 不能认真的修道，让你道业不能成就，啊，就断智慧之命，啊，这些魔里头啊，都有这些意思，啊，又犯为恶者，啊，他多爱欲，啊，情执很重。 啊，都是张道的因缘。一切经里面，大乘经、小乘经都讲到、啊。一般呢，都把它讲成四模啊，四种模。就魔也、魔类也，有四。 啊，《净影书里面这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啊，他讲这个四种都是经常常说的。第一种呢，烦恼魔啊，为贪嗔等能害善法啊。 我们想想，这不在外，这是我们自己啊！贪嗔痴啊，经常讲，这三样东西是三毒啊。那么贪嗔呢？啊，这些烦恼呢，也称之为魔。 贪嗔痴都是魔啊！这里说贪嗔，它下面有个等啊，这个等就是讲的根本六个烦恼啊：贪嗔痴慢疑、恶见。 啊，我已经是错误的见解。啊，这烦恼魔啊，烦恼要不能放下，道业就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古今中外呀，多少修行人。 修行人多啊，成就的人有几个？啊，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修行呢？中途退心了。啊，为什么退心呢？烦恼习气太重。啊，必然退心。 这些烦恼，如果不是彻底放下，到最后他会起作用，他会把修行人全功尽弃，非常可惜啊！必须。 把这个烦恼的根拔掉，啊，贪心要连根拔掉，不是换对象。啊，有一些人他不明白，对于世间财色名食睡放下了不贪了，可是怎么样贪佛法？ 啊，贪念佛菩萨，这也不行啊！还是贪呢、啊？佛教我们断贪嗔痴，不是叫我们换对象啊！啊，这是一定要知道。啊，贪世间的财色名食谁呀，这是不善的法。啊，对于善法也不能贪。 佛教我们断贪心啊,啊，这要记住啊，绝对不是叫我们换对象啊，成会也都要断啊，成会也不断，冤亲债主。 这个戒解不开呀、啊！啊，称会断了，不但现前冤情债主很容易化解，无量借来的冤情债主啊，这个问题也能够解决了。啊，人不能有贪心。 不能有成亏心。菩萨修学的科目有六门，这个六门叫六波罗蜜啊。这六门说六门是断烦恼的啊，也就是。 云离魔障啊！菩萨为什么修布施？主要是断艰贪的啊，失舍啊，失舍也就是放下啊，明文利呀。 财色名食睡都得要放下，我们是凡夫，这一种烦恼习气很重啊！啊，欲下放下，谈何容易？啊，说的简单呢。 放下真不容易啊！可是不能不放啊！不放下了，菩提道上就寸步难行，你没有办法往前进啊！这个东西累赘呀！啊，所以学菩萨修布施。 让你渐渐的学着放下啊！那我们每一个人根性不一样，有人把财看得很重，你就先不识财。 啊，把这个放下，其他就容易了。有人看名看得重，啊，好明啊，最严重的烦恼先放，先对治它，像治病一样，啊，这身上病很多啊，哪一哪一种病最严重，他会要命的，先治它，把它治好了。 其他的、其次的、不太严重的，慢慢在治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想，我们对于明文礼呀、财神明师税哪一种严重，啊，从严重的下手，这要真干呐。啊,啊，有许多人休学非常困难。 啊！问我要怎么办？初学不妨把我们的爱物啊，做一个调整，做一个转变，比较上容易啊。 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很好：“说世味哪有乏味浓？”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啊，世间无欲六尘的滋味，好像是给人带来快乐，但是这个快乐是假的。 我们冷静的去观察、去思维，就发现了啊，这种快乐好比什么呢？好比吸毒啊，打吗啡啊，过后啊，之后啊，你得不偿失啊。 尝到一点甜头啊，付出代价太多了，不值得。啊，你冷静观察，能看到，啊，不值得了。啊，中国医学里头讲的就更多。那损失是什么呢？伤身，伤身体、啊，败德。 啊，把伦理道德败坏了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那在看起这个人，真的是魔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好东西。你偏偏跟他做朋友，偏偏不能够舍利他，你的道业怎么会成就呢？啊！ 古人比今人好，因为古人从小就学，啊，学习圣贤的教诲，防非杜渐呐，啊，从小就知道提防啊，啊，不要养成这些坏习惯了，啊，读圣贤书。 读圣贤书，从圣贤书里面尝到了味道，叫乏味。啊，你看儒家的论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第一句话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 那个月就是乏味啊。啊，学习慎贤。学了之后，要把所学的这些道理、教训，都能够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，全用上了。啊，现在人所说的“活学活用”。 啊，这个里面有快乐，这个就是不亦乐乎啊！这种快乐不是外面来的刺激，啊，不是财色名是谁不是这个东西，那是外面的刺激。这种快乐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，啊，尤其是佛法。 在中国古时候讲三教啊，啊，这个教不是宗教，啊，是三种圣人的教诲。儒是以孔孟为代表，道是以老庄为代表，啊，佛是释迦牟尼为代表，叫三教圣人。 这三教都能带给你法乐啊，法喜啊。佛家讲啊，法喜充满了，你能在经教里面得到喜悦，你就能够把世间这些五欲六尘呢，就把它断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。 那些东西是好，里头有毒，不干净。啊，圣人教诲的典籍里面好，啊，这个里头有道，它没有毒，啊，它能帮助我们提升，啊，帮助我们开智慧，帮助我们成就德能，啊，成就相好。 啊，所以佛法讲啊，法喜充满了，啊，长生欢喜心，就这是点。啊，学佛没有能学到长生欢喜心，可以说，他距离道啊还有一段距离，啊，他没有尝到味道，尝到味道的时候，发喜充满了。 啊，我是不看报纸，也不看电视，啊，跟媒体信息断交了，大概有五十年了。啊，所以别人问我。 我都说很好，天下太平，没事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啊，可是也有一些好心同学，他们把的重要的信息来告诉我。啊，重要信息是什么呢？灾难啊，到处都有灾难。 啊，同学们多半是从网络上看到的，下载拿来给我看看。不知道的好啊，不知道天天天下太平，啊，他知道了，知道怎么样呢？天下还是天天太平。啊，为什么？ 我们每天生活在佛法里头啊，那是离开佛法，我们看到这些状况，你自然有忧虑，你会有恐惧啊。得到法喜之后、啊，看到这些问题。 确实就像看梦幻泡影一样啊！这里头，离世因果啊，学佛的同学，如果稍稍契如经藏，你心里头就明了为什么会有。 这些灾难出现，啊，这个灾难出现之后，有没有办法把它化解？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，啊，听到了，晓得了，啊，自己加倍的。 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所以，这些信息对我们是有利益的，没有害处啊！啊，督促我们啊，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有成就。 啊，有同学把这个二零一二啊玛雅的这些预言告诉我，啊，还拿了光碟给我看，我真看了，看了二十多遍了。啊，看了之后，我跟同学们说，我们念佛，准备在什么时候往生呢？二零一二。 啊，我们不要让灾难呢。我们看到灾难，我们有本事在灾难没有爆发之前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早一点移民过去吧。啊，再跟诸位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。死了就去不了了。 这一点要知道，啊，往生的人在临走之前头脑清楚，啊，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向家亲眷属、朋友告别，啊，我走了，你们好好干，也干成了，将来极乐世界再见面。那这修不好呢？ 将来你坐在卧道，我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我来帮助你们，我再来渡你们。你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啊，一丝毫忧虑、恐怖都没有。这是佛法给我们现前的利益了。 我们要是对于李四因果不懂，没有不恐怖的，没有不可怕的，啊，那么带来是负面的信息。啊，对学佛的人带来是正面的信息，不是负面。 啊，让我们往生啊，我们也能确定欲知实知。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走？啊，清清楚楚、明白明白白。啊，这障碍挡不住啊。啊，所以学佛学什么，就是学放下。啊，这是我。 在年轻时候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对，张嘉老师，啊，我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是见见他老人家，啊，我向他请教，啊，我说我知道佛法殊胜，佛法好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能够很快的？ 其实啊！他老人家告诉我有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！我真正接触佛法,法，接触出家人，头一天呐。教我这个方法了。这个、方法是真的秘诀。 学了几十年，才真正懂得。啊，凡夫成佛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方法。看破，帮助你放下；放下，帮助你再看破；看破，帮助你再放下。就这两个，相辅相成。 一直到成佛，最后你看不处菩萨，我们在这看的，把最后一瓶生相无名。断掉了，那就放下吧。啊，这圆满成就啊。 这是成佛的秘诀，老丝好啊，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啊！我们问他，真给我们说明白啊！你要不肯放下，就错了。为什么要放下？以后啊，深入经藏，在大乘经教里面看到了。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既然是虚妄的，就不应该执着，就应该放下了，没有例外的。即使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，也没有例外。 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没有说“如来十报图里外”没说这个话，没说这个话，我们就晓得“十报庄严图”也是虚妄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嘛，这么多年啊，总算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十报图是怎么来的？呀？ 无时无名习气变现出来的啊，无时无名习气啊是没有了，十宝庄严图就没有了啊，没有了以后是什么境界呢？净土宗里面讲长极光净土现象。了，长极光是自信呢、啊。 啊，是自己的真心本性，那个是不生不灭，那才是永恒。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能现万法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不是说过，最后一句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 那个境界才真正叫大自在啊！啊，真正正德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叫化神呐、啊！啊，正德这个境界，大乘教里面叫你化身菩萨。 你不再以为这个是神了，什么是神呢？整个虚空世界是我的身，发身不生不灭，啊，这个生是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 啊，所以烦恼不能不断啊！怎么断呢？智慧开了就断了。啊，你看佛用的方法：戒、定、慧这三种方法。戒是叫你把它控制住，把烦恼习气控制住，持戒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是戒。 感应平时劫，十善业道时期，啊，三规五戒都是戒。先用这些方法把烦恼控制，啊，阴界得定啊，控制的很好。 让烦恼呢？它虽然起作用，但是它有限度的，啊，绝不能超过这个限度，它有限制，啊，不可以超过。久而久之，心就定下来了，啊，就得定了，定。 是佛法修行的枢纽啊！大乘教上常讲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禁。啊。这些方法门禁修什么呢？全是修禅定啊！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我们念佛也是修禅定，用念佛的方法。 持名念佛的方法来修禅定，如果这个方法不是修禅定，那就不是佛法。这方法是修禅定啊，那就都是佛法啊。因定开会，呀，定久了会豁然大悟啊，明心见性了。 啊，佛是用这三种方法帮助我们，他自己也是这三种方法成就的，啊，还用这三种方法来教我们，啊，戒就是守规矩，不能不遵守啊，啊，不遵守你心定不下来，啊，妄念纷飞也。 那个麻烦就大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细细去观察，无不是心浮气躁。啊，心浮气躁的人没法子修道。啊，即使遇到佛菩萨，佛菩萨也不会教他。为什么？没有办法教。 他不能接受啊，他领悟不到啊。啊，什么样的人好教呢？啊，佛家讲是发气呢，好教呢。老臣忠厚、稳重，这种人好教。啊，你教他，他能信，他能解。 啊，他会照做。啊，这样的人，佛菩萨遇到了不会舍弃他。啊，总是要帮助他，成就他。啊，不是，他能成就，有成就的条件嘛。 不具足成就的条件，你教他叫白费时间，都浪费了，时间精力都浪费了，啊，那就放在那个地方，等他什么时候回头，什么时候有这些条件，再教他不迟啊。啊，烦恼魔是自身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啊，外面。 财产、民事税的诱惑是属于第四种，叫天魔，是属于那个啊。里面有贪嗔痴慢疑，外面有诱惑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这是决定障碍善法的啊，我们。 要知道啊，要能够啊回避它。第二种呢，叫阴火，为五阴身共相催灭。嗯，这也是自己身体里面的啊，五阴是什么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，就是说的我们现前这个身体。 这个肉身呢是色法，啊，是色是讲的物质，啊，今天我们说物质，啊，这个肉身是物质。人除了这个身体之外，还有精神，啊，物质跟精神，活活成就这个身体。 啊，精神是什么呢？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讲四个字，啊，受什么？你有感受啊，啊，你看人家赞叹你，你欢喜，那欢喜就是你受了；人家骂你的时候，你会生气，你也受了。啊，这是感受。除了受之后，你有妄想。 妄想不断呐、啊，连睡觉都没休息啊！啊，睡觉的你会做梦，梦从哪里？梦从妄想来的。如果没有妄想，哪来的梦呢？啊，人是善心，他常做好梦，做美梦。人要做恶事，他就会做恶梦。 啊，虽然这个东西不是真的，醒过来之后，这是一场梦，可是，在做梦的时候，你有感受啊，啊，也能够引起你喜怒哀乐，啊，梦境能也能够引引发，啊，全是烦恼嘛，啊，第三个字叫行，行是什么？行是不住。 停不住啊！啊，最明显的，我们一个人从生到死，停不住啊！最精进了，一刻不停啊！啊，一天一天接近死亡。 有生必有死吗？啊，不是一天一天的、啊。是一分钟一分钟，一秒钟一秒钟，一秒钟都不肯停啊！到哪里去？啊，出生最后的终点是坟墓。 没有例外的，人人都走这条路。啊，有人二三十年就到了，也有人五六十年才走到。啊，长寿一点，啊，八九十岁走到，啊，终归都要到终点站呐、啊。如果想到。 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对这个事件发了，就意冷心灰也啊,啊，找到了宗教啊，宗教告诉你有天堂啊，啊，伊斯兰教有天元呐、啊啊，你很羡慕。 啊，比我们这个世界好，是不是真有呢？告诉这位真有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天缘是你心想生的，真有。啊，就跟先前这个世界一样，先前世界也是我们心想生。 啊，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混乱，灾难这么多？是我们的心想不善，全是想的贪嗔痴慢疑，全是想的五欲六尘。啊，这个反应就是先前这个状况。啊，我们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如果你起心动念，你心里所想的。 仁义道德，礼义廉耻，这个想好啊！啊，这个想就是国泰民安。 再笑福来啊，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，就会变成天堂啊！啊，我们要牢牢记住佛的这一句金玉良言，真理。 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心里想什么，他就现什么。想佛，佛的境界就现前了；想菩萨，菩萨境界就现前了。现在人的念头很不好啊，他想的是什么？他想的是贪嗔痴。 啊，贪嗔痴变什么呢？如果人念念都是贪婪，他将来的去处啊是恶轨道，他到轨道里去了。啊，念念想的是成会啊，天天想用什么方法去整人、去害人，啊，这个人将来到地狱道。 天堂、地狱都是人想出来的，没有人建造啊！啊，所以宗教里面说，善因有善果，恶因呢就有恶报。 那无音最后是十。啊，是是什么？这个是是阿赖耶识。啊，在佛经里面讲，行是莫那识，想是第六识，受是前五识，这八个识啊，啊，那个是是阿赖耶。 啊，阿赖耶也是个仓库，啊，叫藏室。啊，西藏的藏，意思呢就是收藏，像一个仓库一样，啊，我们每个人从起心动念、言语造造出，你所造的这些业，都在这个资料库里头，就在室里头。 保存的非常完整，它绝对不会损坏。遇到语言呢，它就现行了啊！所以我们经历的事情能够记得住，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资料库啊。现在我们是烦恼习气太重了，不能够把资料库里面资料随意调出来。 有一些我们调不出来啊！如果我们有了定功，这个不用智慧啊！你的定功越深，你阿赖耶里面的资料啊，就你就能看到的越多啊，看到过去，也能看到未来。为什么呢？我会想未来吗？ 明年还没有到，我在打旺想，想到明年怎么样？哎，资料库里就有明年的东西。啊，那是个大仓库啊，里面东西太丰富了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所造的业，全部出生在那里。 啊，那么这个东西成佛了，成佛它的作用可大了，哎，转阿赖耶为大圆镜之啊，啊，大圆镜之什么？无所不知，啊，就是说生生世世所有的资料，不但自己的资料，别人资料库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拿来借用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它通的，好像现在网络它连线了。 啊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资料你也可以调来，就跟自己的一样。啊，受想行识是精神呐、啊，色是物质啊。啊，这个东西，如果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，他就会造业。 啊，生会造业，啊，受想行识更会造业，啊，为什么他乐受他贪爱，啊，苦受他怨恨？你看贪爱通过轨道去了，怨恨是地狱道去了，啊，想。 本身虽然不造业，啊，那个受跟蛇他造业，他听响的指挥嘛，啊，行是个非常非常执着，啊，坚固的执着啊，所以在大乘教里面讲。 这个形式，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啊，也就是我执，啊，再就是贪嗔痴，啊，我爱，我慢，我痴，啊，慢就是成会与生俱来。 啊，我们现在神是五阴神呐、啊，啊，共相催灭，啊，这个共相催灭，特别是讲生老病死，啊，这是催灭的相啊，啊，如果贪嗔痴慢。 哎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啊，贪嗔痴慢没有限度，啊，尽情的去造作，结果现世报你就看到了，啊，三四十岁命就没有了，我们相信。 他的寿命不止三四十岁，应该是六七十岁。为什么三四十岁就死了？自己把自己摧残、糟蹋掉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太多太多了。那、啊、第三种呢？死魔。啊，为什么叫死是魔呢？ 你的道业还没修成功，寿命到了，这是魔障啊！啊，这个魔障有没有办法应对它呢？有，断我修善。 积功累德了，能延长寿命。啊，注意、啊，好好去看了凡四训。啊，我学佛第一本看的书就这本书。啊，是一位朱老先生。 给我的啊，这个老先生浙江人啊，是我祖父那一辈的人啊，我才二十四五岁，这个老先生六十八九岁。 啊，我认识他，朋友介绍的。啊，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印光大师的弟子。啊，跟李炳南老居士是同学，啊，四兄弟。啊，我那时很年轻呢，他很喜欢我，啊，送一本《了凡四训》给我看。 我看了很受感动。啊，了凡先生年轻那些毛病，我想一想，我通通都有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啊，他还有一点好处，我跟他对比对比，我他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一口气好像是在。 一个多月，啊，大概是有两个月的样子，我看了三十遍，啊，我看的时候是原文，没注解，感触很深呐、啊，才知道一个人一生。 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呐！啊，袁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命算定了二十年，每一年的流年也丝毫都不差。他是个读书人，每年参加考试的第几名，注定的。 啊，那个时候的秀才，国家有俸禄，啊，国家养你，你不必做事情，生活可以过得去，啊，你就专心念你的书，啊，每一年国家给他多少米？是用稻米，啊，有几十担米，够他生活了。 一点都不差，所以他相信，死心塌地相信命运，什么妄念都没有了。这妄念是没用嘛？那何必何必妄念呢？啊！所以有一次，他到栖霞山。 去看云谷禅师，啊，就现在南京这些人，跟云谷禅师两个在禅堂坐了三天三夜，没有一个问题云谷禅师很惊讶，就向袁先生请教。 啊，你用的是什么功夫？一个人三天三夜坐在禅堂里不起一个念头，不容易啊。廖凡先生告诉他：“我没有什么功夫，只是命被人算定了。”啊，二十年来，每一年考试名名次，每一年。 这个国家给他的这个俸禄丝毫不差，我还想什么、啊？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啊！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这一问呢，廖凡先生就很诧异啊,啊，怎么我是凡夫啊？啊，云谷禅师给他分析。 啊，凡夫哪能没有妄念的道理呢？啊，哪能够没有命运呢？都有命运，只是一般人还胡思乱想，不知道自己命运。你不过是很幸运，你知道你自己命运，啊，你就不想了。这不是功夫，啊，你还是个凡人。 啊，不是入定，入定，妄念呢能够辅助，不起妄念。啊，你这不是定功。啊，教他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这一句话把了凡先生兴趣引起出来了。命运可以改变，是啊，怎么改变法呢？ 叫他忏悔，断我修善。那《四训》里头写的很详细啊，告诉他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。他命里没有功名，也就是说，念书到秀才为止啊，再去考举人、进士没份呢，命都没有。 啊，命里没有儿子，寿命只有五十三岁。啊，叶森，啊，最高的官爵是做一个四川很小县份的一个一个县长。啊，这孔先生给他算的，云谷禅师帮助他。 给他功过格，功过格就是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依照《太上感应篇》好好去修啊。感应篇里面讲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一共讲了一百九十五条啊，每一天反省，有过就要改。 啊，天天自己检点自己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出，他真干了、啊。哎、啊，就发了心，啊，要做三千桩好事，啊，三千桩好事，利益大众的，利益社会的，十年才圆满。 心一乏了，第二年去参加考试啊，名次就不对了。啊，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他是第三名，啊，考第三名，他考到第一名，你、啊、看马上就不对了。啊，就知道啊，云谷禅师教他那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他求功名，考了好几次，真考取了。啊，命里头没有举人考取了，没有进士也考取了，啊，没有儿子，他是求佛求菩萨了，真的生了个好儿子，啊，官做的也大了。 啊，保底线的知线。啊，那个是直接归皇上管的。啊，寿命没有求延寿，他自然延寿了，啊，他活到七十四岁，你看原来是五十三岁，活到七十四，多活了二十年。 啊，所以生死可以自己做主宰呀、啊！啊，不为自己，我寿命长一点，多替社会，多替苦难人呢、啊，做一件事情啊，为大众服务。你的寿命不是你自己的。 你自己的寿命有一定的限度，以后的呢？以后你是为别人呢、啊？你是为成就道业，成就道业是为了普度众生呢、啊。这个寿命就延长了。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自己修的福报，再加上众生的福报，自然延长。 尤其是大乘佛法，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没有生死啊！生死这一桩事情啊，就好像我们衣服穿脏了，换一件新衣服啊，脱掉了啊，这个肉身太老了。 用的时间太久了，不太好使用了，就换一个新的，就这么回事啊！啊，所以生死一丝毫痛苦都没有啊！啊，换个身体，继续再来学习啊！这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。 啊，所以明白人身体就越换越好，这一生是人生，来生换做天生，啊，那天上天人，那比这个身体就好多了，越换越好。啊，如果是个迷惑的人，啊，这佛法讲愚痴的人，他不懂这个，贪生怕死。 又造作许多罪孽啊！那他换的身体越换越坏呀、啊。这一生是人生，来生换个畜生身,身，那就差远了。畜生身,身再换个恶鬼身，不越换越差吗？啊！所以聪明人了解这是事实真相。 啊，学佛要有能够对付得了啊！我受了凡私训影响非常大啊！我这个这个一生的命，跟了凡先生比，比他差的很多。 啊！现在能超过他，超过他很多，是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，在佛法里面修来的，这不是命里有的。啊，命里面没有财富，现在要做一点事情。 需要多少钱就会有人送来，这怪事情啊！哎，我也不会问人要钱，也不会问人化缘募捐，哎，自然就有。啊，聪明智慧，这讲经讲了五十二年了，年年不一样。 啊，有些老同学过去听我讲经，你就晓得。啊，我讲经年年境界不相同。寿命，我的寿命只有四十五岁。四十五岁那一年真的害了一场病。啊，我是从来没有生过病，没有住过医院，这一生没住过院。 那、啊、这一生病，我清楚了，寿命到了，不用找医生，也不要去吃药，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啊，命到了找医生是没用处啊，啊，所以我就念佛求往生，念了一个月，病就好了。啊，这佛菩萨保佑啊！ 四十五岁那年，如果走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凡圣同居图，下下平往生。啊，你看，现在八十四岁了，我差不多多活了四十年。 了凡先生再多活二十年了，我比他加一倍了，啊！这四十年，我现在要去往生，大概凡圣同居图可以上辈往生了，就提升了不少啊！没有时间不行啊，啊！所以。 寿命要用来做什么呢？用来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这是有意义的。啊，不是在世间享受啊，那错了。那个寿命是浪费掉了，啊，应当不断认真学习，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王森极乐世界。 提升自己的品味啊！这个我们得感谢佛菩萨啊！给我寿命，我的寿命干，我寿命拿来干这个啊！所以年岁大了，读经、念佛、讲经，乐此不疲啊！啊，其他的事情全放下了，没有了。 啊，生活随遇而安，随缘度日，你说多自在呀、啊！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缺乏，啊，这叫真正的福报啊！啊，你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操心，啊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有房子，房子要不要操心？ 啊，我连房子都没有，什么都不要操心啊！房子都没有，每一天都还有好房子住，别人的房子吗？啊，这个要自己要好好的算算呢。啊，我没有车。 你看，出门都有车坐，啊，车也不是我自己的，我也不要去保养，夜心就在道上，啊，还有这么多人找我。 啊，请我去讲经，我就去。这么多年来，要走遍全世界。啊，旅行当中，我身上没有钱，啊，那个什么飞机票，这多少钱一张不知道，都是人家买好了送来，不操一点心啊。 啊，你要有钱，你自己去买票很麻烦，还得去排队，你说多麻烦啊！啊，所以学佛了，这些通通放下，啊，真的自在啊。第四呢，天母。这个天母。 就是外面境界的，你看前面三种都是本身的，烦恼是本身的，五阴是本身的，生死也是本身的，啊，外面来的干扰都叫做天魔，啊，外面环境的，我们里面的烦恼，贪嗔痴慢疑，啊，外面是什么？外面是五欲。 财色名食睡，那是外面的，那是外面的魔，他来诱惑你啊！如果你有智慧，你把烦恼控制住了，不起作烦恼不起作用，你就降了魔了。所以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呐、啊。你有定功啊，不受诱惑啊！你有智慧。 啊，智慧能看清楚，啊，邪正分明，远离邪物，啊，亲近佛菩萨了，啊，世间人享乐，你这里一看就，他享的什么乐？ 烦恼跟五阴跟天魔合起来，他想的那个乐，那个乐的后头有苦啊，叫乐极生悲，啊有苦啊，不但有苦，他还有灾难呐、啊，啊小的灾难，身心得病。 那、啊、毁坏了你的健康，大的那就有灾难，后患无穷啊！这东西能接近吗？啊，这四大类的魔，认识清楚了，明白了。 啊，我们知道它存在，而且呢，就在我们的周边，时时刻刻不离开我们。你只一个不小心，你就落在魔掌上去了。啊，时时刻刻提倡提高警觉，不受它的干扰，它干扰不了你。 他就变成护法，他还会帮助你啊，这是好事情啊！啊，帮助你，我们可以跟他做朋友，可以去感化他啊，这对于外面的境界。 啊，帮助他回头是岸呐。帮助他转邪为正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这是好事情啊！啊，最重要的，自己要做的正，要行得正，你才能够感化别人。 啊，自行而后才能化他。我们看老居士后面说的：“精进所知所降伏者，指天魔。”啊，四种魔里头，特别是指天魔。啊，我们看。 释迦牟尼佛怎样应付天魔？如《菩萨论》啊，这是佛经里面一部论啊，里头有这么一段话的记录的：菩萨系居菩提树下，初夜魔女来相内乱，中夜呢？ 魔君终来病恼，须臾觉察即入此定，令魔兵众摧败堕落 <coughs>。啊，这个论里头也是引用的经文啊。 佛在八相成道里里面有这个记载啊，佛刚刚成道啊，啊，大彻大悟、啊，明心见性，成佛了啊。这个时候魔来找麻烦了啊，魔现的是什么？女身。 啊，来诱惑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佛入定，啊，不受他的干扰。啊，这都是魔王派来的，啊，这个方式不行，释迦牟尼佛不理会。 那再进一步呢，就派的魔军，啊，这些妖魔鬼怪来逼迫他，啊，来加害他，啊，就是说要来伤害他，要要他的命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又入的。 啊，在殿中，啊，魔的这些刀枪棍棍棒啊，都来攻击释迦牟尼佛。啊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刀枪对着佛呢，佛就有一朵莲花，啊，抵住啊。 这些道枪，魔没有办法伤害世尊啊！于是就退走了。降魔的这一关呢、啊？啊，魔用种种方法来诱惑，你要经得起考验。 啊，魔投降了，也变成护法了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《有西游记》，这是玄奘大师西游的笔记啊，他到印度去取经。 啊，他的日记里头有这段这么一段：极主神众啊，齐珍魔君治病，真理降谢菩萨啊，这就是说明降魔。想 这说的比较详细，啊，魔王召集这些神众、这些魔君，啊，这都听魔王的，啊，要来对付菩萨，啊，菩萨通过这些。 才成道啊！这是考验呢、啊。菩萨成佛，最后要通过这一关了财色名食睡，这五个关口，每一关口都要能通过，不受诱惑，啊，能经得起考验，啊。 魔王波旬干的事情啊，来威胁菩萨。菩萨于是入大慈定，这跟前面讲是一样的，入大慈定啊。凡且兵仗啊，他们带的这些兵器啊，这些武器啊，通通变成莲花了。 啊，手上拿的是刀枪棍棒啊，全变成莲花了。那这個魔看到这个样子，吓到了，跑掉了，啊，就退走了。以上均表菩萨定力了，啊，定能降魔，啊会，能感化魔。 啊！有制度论语菩萨智慧力故啊，大破魔军。这些菩萨的慧力。你看，定力、慧力啊。是故经云：以定慧力降伏魔怨。怨指冤家啊。我们今天讲的冤亲债主。 啊，这个我们要学。我们现在开始学佛，障碍我们的很多。啊，我们想到这边来听经，啊，你的好朋友打电话跟你约会，把你这个机会呀、啊，就把你破坏了，什么魔啊。 张道啊！哎，你看他是好心啊，邀你去玩呢。啊,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在周边，啊，你今天想定下来，啊，想念佛，想拜佛，嗯，你看就有人来找你，啊，你就晓得。 魔来干扰了啊！这个时候你是随顺佛菩萨教诲，还是随顺魔的意思跟他走？啊，在这个时候由你自己选择了。选择道业，你将来有成就；你选择这是应酬啊，这个这个这个、跟魔走了，你道业就毁掉了。 从出发心到成佛了，佛在帮助我们呢，魔也在扰乱我们。啊，一半一半。啊，成败的关键不在佛，也不在魔，在自己决定。啊，自己果然能够坚持一个方向。 一个目标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如果你的方向太多了，目标太多了，你肯定不能成就。不能成就，就肯定还是高六的轮回。 六道轮回要看清楚啊，很苦啊，就苦不堪言呐、啊。啊，真正明白了，真清楚了，不愿意再搞了。在六道的时间很长了，啊，过去生生世世。 啊，受这么多冤枉苦，多少同参道友都已经成菩萨、成佛了，我们还在六道搞轮回，这个责任要自己负啊！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“得微妙法，成最正觉。”啊，所以降魔就是不再受内外干扰了，你的道业成就了，啊，这是成佛了。 十二句是第六项成道之意啊，微妙者，微摩金月，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知故啊，啊，微妙是什么？啊，微妙是菩提。 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就是大局，大彻大悟啊，这是微妙啊！啊，菩提者，佛之至见，以及实际离体，当人自信，这讲的很清楚了。啊，微妙是什么？明心见性。 这个微妙啊！还原观上讲的，自信清净圆明体，你真的了，你把宇宙人生的根源找到了。 这在佛法里面，云成佛道啊！好处是什么呢？好处太多了。只要找到这个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你全得到了啊！ 这好像是个圆，啊，好像是个圆。你把圆心找到了，啊，这个圆的面上任何一点都通达圆心，你全找到了。就像佛在经上讲的，圆满的智慧。 圆满的等，圆满的相好。啊，经教里面所说的性相、宇宙万法的性体、现象，啊，离世因果，一法不漏。 啊，这个得到了，一切都得到了。啊，你的智慧，你的神通，你的道理，跟诸佛如来，啊，跟毗卢遮那佛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。你成就了，圆满的成就了。 佛知之见，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，入佛之见啊，佛知佛见，啊，简单的说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见啊，你是亲眼见的，啊？为什么？你在大定当中。 成府永远在定会当中，行住坐卧都是定。啊，这个定不是光是盘腿面壁那是定啊，那是刚刚初学的时候。啊，那要修,修定，定修成了之后，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定中。 为什么呢？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你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是不是的？照样办死啊。 帮助无量无边苦难众生，他自己在定中啊，要出定来办事吗？不要，他那个定没出入啊，全在定中。这我们必须了解。 啊，入定能看到，出定可以办事，那是小定。小乘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啊，大乘菩萨不是的。啊，我们在《地藏经》上看到光目女，啊，母亲过世，知道母亲在世造的罪业很重。 啊，肯定都窝到。啊，供养阿罗汉，求阿罗汉帮助他。啊，看看母亲在哪里？阿罗汉要入定，入定看到了，出定的时候把看到情形告诉他。啊，小乘有出有入，化身菩萨没有出入了。 见性啊，阿罗汉没见性啊，啊，三重障碍呀、啊，只断了一重，啊，不执着了，他还有分别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啊，化身菩萨起心动念都断了，所以他的定没出入。 真正的大自在啊！设计离体这一句，相当现在哲学里面的术语，叫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本体是能生宇宙万象。 也是自信，就是自信啊！佛法名字叫自信，啊，哲学名字上叫本体啊。我们中国古人叫本性，就这这个啊，本性本善呐啊,啊，那个本善的意思，用佛法来解释。 就是实际立体，就是佛知佛见，啊，那才叫本事啊，用佛法来解释中国传统的学术，把它就提升了，啊，提升到圆满的境界。 今云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故云微妙难知啊！啊，这一桩事情，语言说不出，什么样名词术语加不上，为正方知。 只要你放下起心动念，他就嫌弃你就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，你也说不出来。啊，大乘教上有一句比喻说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”啊，一个人喝一杯水。 你问他，这水热不热？说不出来，拿温度计去量也量不出来，必须你自己亲自喝一口，你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个人感官不一样。 啊，我喝的这个温度很好，可能他喝了感到烫，另外一个喝感到太冷，每一个人感觉不相同啊，怎么能说得出来呀、啊？啊，这个就是微妙两个字的含义，啊，微妙难知。 于微妙是菩提啊，菩提是正觉，当然正觉就是我自己的正觉，我的正觉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你的正觉他也不知道，啊，只有。 比你功夫高的人知道，给你功夫同等的人知道，啊，阿罗汉知道阿罗汉，不知道菩萨；菩萨知道菩萨，也知道阿罗汉，啊，比他下面他知道，啊，微妙是这个意思啊，《净影疏》里面说。 理是妙法，有得此法了，故称正觉。啊，理也是体，啊，它是妙法，一切妙法从他而来，所以。 你要把这个离体明白了，见到了，那你就成正确了。圆满的离体，就是圆满的自信，化身菩萨正的 啊，部分的立体不是圆满的，生闻缘觉正德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不圆满就出不了六道，出不了十、啊、法界。啊，六道是超出了，十法界不能超出。如果正的圆满了。 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啊，这个地方讲离是实际离体，啊，实际离体是自信，啊，明心见性啊，真正明心见性，这个成正觉，是成无上正等正觉。 啊，如果这个理是讲局限的，不是圆满的，那就是阿罗汉所成的正觉。啊，阿罗汉所证得的，菩萨证得的，佛所证得的,的，是一个离体，有浅深不相同。啊，阿罗汉涉猎的浅，佛菩萨涉猎的深。 佛真得的是究竟圆满，啊，通通都是讲的自信啊，《长阿含经》里面讲，如来大智微妙独尊，啊，《阿含》是小乘经，啊，这个赞叹。 是有道理的，啊！阿罗汉称菩萨，确实是如是的赞叹。啊，这个独尊，只有成佛才能证得，佛国以下。 也就是等觉以下，跟佛比还要差一级。综上而言，这就是总而言之啊，像上面许许多多祖师大德所说的，啊，把它做个总结，德威妙法呢。 及其世尊之佛智，入色相之妙理，正真正之菩提，故称正觉。啊，正觉者，如来之实质啊。故成佛曰。 陈振觉，真这个说法也说得很好。啊，其世尊之佛之。 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证得的，一切诸佛所证得的，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就是如实相之妙理。啊，实相这两个字，是指的宇宙万法的真相。 啊，实是真实啊！啊，真相的妙理，这真相从哪里来的？真相是怎么来的？啊，真相的离体。 称为妙啊，就是自信了啊,啊！自信里面的功能、得用，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！他什么都没有，但他什么都不缺，妙在是地。啊！我们想想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。 他描绘，就是真正的菩提，摄像这庙里是什么样子的？啊，他说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何其自信！用现在的话说，没有想到自信。啊，本来是清净的。 有没有人物过呢？没有。我们的自信现在有没有人物？没有，绝对没有人物。多畜生、多恶鬼、多地狱,多地狱都没有人物。啊，他真的是清净的，所以自信清净圆明体啊。 啊，不但没有染污，没有生灭，啊，不生不灭。啊，本自具足。啊，具足什么？智慧、德能相好，也就是。 知足一切法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切法了，都是自信变现的啊，能现一切法了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华藏世界”，世界成就品所说的。 啊，无量无边，诸佛刹土，诸佛刹土里头有净土，有秽土。啊，秽土跟我们地球一样，啊，状况大致相同。啊，千变万化了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 啊，这些变化，总指挥、总策划的是谁呢？该说说意念，就是我们的念头。诸佛如来示现到六道里面来，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印度出现，示现八相成道。 啊，那个总策划、总指挥还是我们自己。他说：“随众生心，因所质量。”看妙吧！啊，这就是《还原观》上所讲的“畜生无尽”。啊，称它做妙理法，称作妙法。 这个妙的意思，妙在哪里呢？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，这妙了。啊，你说它有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；你说它无吧，它真有现象。哎、啊，相是幻象，理是空理。啊，理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。 啊，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它，啊，你看不见，也听不到，你也想不到，这六根无法接触，啊，它在，它不是不在，啊，这称之为妙啊，理妙，寺妙，啊，相也妙，啊，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真相呢？ 其如就看到了，没有其如看不到啊！啊，这个其如要定慧的功夫啊，没有甚深的定慧，到什么时候定？我们修的这个定，跟自性本定相应了啊。古大德讲啊，信修不二。 信定是自信本定，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那是信定。啊，我们现在的心乱了，妄念太多、啊，怎样把妄念放下？啊，我们来修定，我们修道跟自信本定相应，诸法实相就现行了，完全看清楚。 啊，那个时候就叫做明心见性，就叫做大彻大悟。啊，学佛的人目标要定在此地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想想做不到。啊，这佛教我们一个方法，先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。 跟阿弥陀佛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啊，我们就能够真的了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了。